哎呀，这咖啡了，看看香不香，看看香不香，香不香，哎呀，这咖啡香不香。拉拉跑这上干什么来了？下面有水不喝，你舔吧，我喝一会儿咖啡给你弄饭吃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子阿姨。能看出来，洗完脸也擦了口红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呗。不行，这杯咖啡要是不喝了，今天的生活就像没有开始一样。喝完咖啡，好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这一天也就算是开始了。怎么办？开咖啡厅多年养成的习惯很难改。这餐桌是前天家人聚会放到这个客厅这儿的，到现在我要是不挪过去，奇葩工都不会挪的。哎呀，你又听见了，看没看到拉拉跟着我呼呼的跑，一听我开冰箱赶紧跑，那个叫声哈，喵，简直了。哎，生活呀，活一天就是这样忙忙碌碌的过一天吧。等什么时候两个眼睛一闭，这一切就都不管了。应该是去年冬天是前年冬天，我分享了一次姑爷非要去南方去发展嘛，我就不同意，姑娘也不同意，但是也劝不了，姑爷这不就走了，一走就这么长时间了。今年九月份小外孙女就上小学一年级了，姑爷天天发视频给大女儿他们娘俩，让他们过去，想让小外孙女在南方那边上小学，到那边去定居。大女儿呢一直就不想去，一直拖到现在才决定啊，就当旅游了，过去看一看啊，怎么个情况啊，看看行不行。如果相当，小外孙女差不多就在那边上小学了，如果要是不相当的话，可能他们三口一块能回来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我就不知道了啊。以后的事儿谁都看不到，没法说，也没法预测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没了，一片面包进肚了，还剩这么点咖啡。开始干活，这猫草怎么样？拔两颗给拉拉吃，四根猫草。嗯，猫草，嗯，睡越睡越好，稍弄一点水。完了，跳上来了，哟，太馋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和好了再吃。鸡蛋黄、猫条、猫草，可喜欢吃了。啊，看看馋的，看看馋，快下去吃吧，走。小家，看看馋的，这小舌头，你吃吧。割完之后的二到韭菜，看这么高了。我对种韭菜有绝招啊！看看我园中的小桃树啊，这回可是都开花了，可不是头两天给你们看的那个样子喽。看看开的，是不是几乎都开了？看看这芍药的花苞啊，越来越大了，感觉都能看到一点点粉色了。有一个粉丝朋友说，摘的西红柿活了吗？我说活了，明天给你拍个视频看看，看看是不是都活了。谁呀？我以为都换完了呢。没有，他是给换水管子的吗？对，找的啊，找的。哎，你这人啊，这时候是这样。我家这都三年多了装修啊，三年了，妈一转眼三年。对呀、啊，小孩来上的初一嘛，到现在都上高一了。这个就是啊，我给你打过来的，到时候你、给你们看一看，成功了，看，走喽。看看我割这么一大把就够了。谁回来了？这肯定是在照相。这老家回来了，我这赶紧的捡韭菜。今天中午他姐过来，把他家的东西都给咱们拉过来，好多吃的用的拉过来。他娘俩去做核酸去了，中午过来吃。我说没啥弄的，吃啥呀？弄点面条。
行啊，你拎拎啥呀？我拎啥？我要捅他妈厕所。你那时候我买那个玩意不是，那个扔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一整就操他妈，操他妈，知道你骂谁？你看那个，你就不能不骂个操他妈不行吗？那这玩意儿怎么整？这不是操他妈，这玩意儿就说这玩意儿他妈的，这能不能行？不是操他妈，就他妈的，你不是骂你老丈母娘吗？你是什么？都扒了，扒完了，扒完了你吃吧，吃完了之后就那么地。你喝饭这玩意儿可千万别胡吃，我告诉你啊。啊，完了。对呀，干嘛呀？这是，这他妈没用的毛也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毛没有用呢？啊，哎呀，还疼呀！吃饭然后再搬，快跑！你说姥姥说先吃饭，然后再搬。